写的对话，我也不想再挣扎，就当是我讲了一讲不听话的嘴巴，没有办法，不能让你留下，不想离开，再留恋会不会太奇怪？什么未来？我没有再期待。哦，我不明白，我竟然会躲起来，就当是。现在换个人记录他，会不会也得到同样想听的回答？现在不会再害怕，我虽然孤独，但同样也过得很潇洒。眼泪落下，擦干再出发。我不相信，我还爱你。